五百以外，第二嘛，这只四轴飞行机，快嘛，佮教你设计的哦，无遐俗。两千五过来哩，最后四只啦哦，最后四只阳光车上好了，新房妹妹摄影机镜头我，看见无？来，华丽帅哥，两千五百给我先，七百、两百、三百、五十，会使加，袂使加十块、二十、三十、五十，安尼你有钱个无？啊有啦，我就惊你诶，哈哈。对，你要加几百哦，不反对，加几十一定会闹塞。好，可以哦，很好，欢迎，要不要你哦？你可以拿儿子来跟我换，我很喜欢他，从他在河南我就特别喜欢他。我妈妈生五个都女儿，生不到儿子，我老爸都怕人家摸他那个旁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缺学徒，哎，欢迎。两千五加多少？对，他也有红包，现在被你存起来，他也不知道什么花行情，对不对？等他知道了，你就要还他了。哎，加几百，好听听，不能加十块哦，哈哈。哎，小帅哥，啊，又加一百，你别喊了，你拿儿子跟我换好了，哈哈。好哦，给我阿成汤都给你，我八岁还要还你，你老实了，还要还你啊、哦？我说以后等我的了，我还要还你。哎，这个挺奸诈的呢，这个老婆多娶几个，哈哈。哎，两千六，两千六，挺好的。人影卡巴，人气喇叭，漂亮妈妈欢迎。四轴飞行机不要想了，小台的，你去问他那一台买多少？他那个没有摄影机呢，这个大你一个八百万画素的摄像头，欢迎。两千六百加几百，又加一百。他儿子还小呢，还怕你三个儿子的呢？哦，你儿子也还小，林老师哎，你们都那么晚生了、哦，很了哎，这个要喊到猴子我才会赚钱。来，两千七再接好的，两千七，两千七再来哩。龙吟卡坡，两千七八，瓦力啊，胖哥哥，你哪进到一班，进到偌济啊？我头有你害死公的呢。哎，我你胖哥哥，加几百，我听听，两千七百再来，我你。你们两个不要激动，好吗？别又自己玩那个小鸡鸡就好。两千七百，两千七百，没有了。你有差那一百吗？一年一次啦，给你们省的啦。你是儿子，儿子要玩遥控车、遥控挖土机，记得我赏你，好吗？记得我赏你。两千七百，几人几家？崩溃，崩溃，起来，会不会好气？看到没有？好，你送给他啊、哦。来，爸爸，你帮我选一个你喜欢的。哎、欸，看来看去就我们一样小气的我，我没有卖啦，不是我，什么东西娃娃，娃娃配配猪哦，这个你喊得到哦，随便你了，看到没？麦克风它是 Q7 哦，你有看过第一代吗？第一代是一个喇叭的形状，你有看过吗？一个骆驼的形状，那个型号是 NK6029。那个型号再卖3980，附带虾皮，对不对？这个是 Q7， 它是正版的哦，不是山寨的哦。全国电子有保护，全国电子你们四个知道吗？对不对？现在外国人都这么先进的，连我们台湾的全国电子都知道。好啦，你跟谁家啦？我找我跟啊，我跟阿姨农花的主题馆介绍。你要什么？怎么跟我说？等等告诉我，我先喊啦哦，喊这一株猪八戒，不是这个叫佩佩猪，喊啦、啊，叫什么叫什么？我弟弟都只有叫他，我只知道他叫佩佩猪，剩下是什么西洋骨头我都不知道。他是电动的啦哦，他会慢慢的爬，这叫滑梯型的。来，你有多少要买自己说，安尼好不好？我搞咩？我没搞来，很屌啊！我来个消灭他。来，快点楼上。新化新厂，人邓跑一周内卖一千九啊五，这里是佩佩猪，它不是猪爸爸、猪妈妈那个不一样哦。来，人家在卖1980的定价，喜欢自己叫开价，几百。好，林哥啊，你看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喊200，他跳楼了，知道吗？你都知道他有都不想跟你们五个回家了。喊200，他跳楼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吓死人了，真的是。两百两百，过来给我谁？200几百，我尊重你们啊，但是没有卖你们。200再加多少？200过来给你吧。来啦，领导这边都花300啦，好不好？来啦，领导400啦，好不好？来啦，领导500啦，好不好？领导几千啦，哇，这边你赶紧去分啦，好你送你啊。好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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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
我只剩下一二三五组了，五组了。你哪找得到第六组，整摊都给你了。看见没有？五只腰带哦，不用让你花1980，也不用让你花到250、300都不用。要的五组，林东兄举手，好不好？小宝，我起要爱一组，两百了，要爱只有啊，安尼赶紧五组俩，五组俩，全部得五只啊，看见没有？给您送的拿哦，200开始好。早上卖到300、500，不要生气啦哦。后面上今天五只腰带玩具啊，哎，200块。后来换这一只 Q7，它是蓝牙型的麦克风哦，朋友，蓝牙的啊，好朋友，哎哦，不要伤害哦，看见吗？它可以充电，附带一只这一只，哎，啊，我树荫呐哦，它是铝合金的材质。玫瑰金的颜色，来注意看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有附带 echo， 它可以调。啊，你手借我一下，拿拿看它的重量，拿拿看啊，哦，重不重？我说了，它是铝合金的材质，玫瑰金的颜色，要还我了哦。啊，你要讲话看看吗？对，大小声可以调，触碰的有没有看到？触碰是感应双颗喇叭，来听讲。今天我们雅虎奇摩标价 Q7， 一支定价4980，多压箱的呀！全国店主超分不过去你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卖你还有附带你一张产品保修卡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产品保修卡，保固一年哦。我们台湾全省昌坤全国店主一年保固，有没有？保修卡一张，来，还能看到画这支 Q7 行动型的 KTV。你走到哪里，起码他可以唱到哪里啦哦。来，如果爸爸你有在看影片的习惯吗？如果你有在玩，有在看 YouTube， 或者是你们的小孩有在玩 GameBoy、PSP 或掌上型游戏机，只要有蓝牙，它可以当作扩音器，你就不用再戴耳机，耳机戴久了会伤损听力。哎，来了，它可以当一个扩音器下去使用。来，如果这边还跟你讲，其他蓝牙麦克风 Q7 的哦。要爱画虾，画虾，虾画虾，一千，你含充电器吗？还是买说明书？哦，也不知道。喂，人家在卖4000多呢。你蓝牙打开，如果不是 Q7 不用钱，安联财吧？我觉得你不要买这个，你去夜市买那个漏斗型的那个第一代的那个麦克风，你知道规矩粉红色，你知道我在讲啥咪无？我知道你去买黑条，黑牙齿要变白条啊，安联吧？哎，这个是我们岗位人生里面啊，所有好女人、坏女人代言的哦。人这个 Q7 两个人卖4000多，客家存几千，你睇伊个房量啊？铝合金的材质，玫瑰金的颜色，来让我送这个妹妹，把这些好吧，音乐娃娃礼盒上料给你哦。这个充电池他会唱歌，你寂寞他会陪你聊天，还有吗？来安慰长姐，接着你们两个不要只谈情说爱了，切好，那么我怕丢到你。来几千个来嘞，一千加多少？玛丽哥哥加700，我听听。喜欢100、200、300、500，慢慢加，不能加10块哦，好不好？一天加多少？要含什么？含这一支，含这一支行动型的 KTV， 把你的房间装潢一下，不会输凯悦的哦，也不会输钱柜，我保证。好嘞，问你，1000加700，现在含1000几？1000一，没有很多，好不好？连100都加得出来，吓死我了！啊，你要加几百，到底？你要喊1000几，你会落塞，真的是。来1100再来，你要喊1000几，跟我说1000再来，加几百，1100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也送一个，拿4只出来，好吗？给你们爽的，一人一只，接着1100嘛，接着拿4只出来，给你爽的1100。抱过去，前来，不要带过去，西装，你在看吗？要一支，看你看吗？好，你送的，看你要拿哦。好，过来，那么今天开始，你拢要学票号发几只？发几只？六寸重冰炮，温暖茶说给你泡够。你买了这个就要买这个，蓝牙连接好之后就可以唱歌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来，发几只？我看吗？没有电可以充电型的哦，懂吗？数位避震、数位防震，懂是吧？万宝茶说给内容量负载8G，充电的炮供，
第一USB， 第二随身碟，第三机卡，有没有看到都可以使用？看这俩弯木叉手机的有无啦？来，大细声可以听啦吼，咱听看卖伊的音质，音质好卖功能小点，小点功能可以啦，有无啦？它可以充电哦，还可以插电型的这俩，这俩为什么没电？这俩不充电吗？为什么没有电？帮我看一下，安尼好不好？来，换这俩啦吼，它内容量8G，可以外接麦克风，还可以听随身的。爸爸，你有在上班无？你老在我工地上班的朋友，这俩可以带去工地使用，可充电可插电的啦吼。来，我找一俩有电的给你啊。来，如果这要爱跟你讲，安尼好不好？新化生产啦吼。来，我看这几只啊，这几只遥控车，看来我上过了的，安尼好不好？新几只我生产，要爱偷偷花。原因啦吼，六寸重鞭炮，开起来，哇塞！好，你讲几千，好了吗？人家苹果店主一株在卖4980，不要俗，那么要请个大型的，这个是八寸的哦，炮寸的炮供哦，有卖吗？苹果店主一支冰价5980，有卖吗？这是五寸的，本公司投保新冠产品责任险1000万，我需要，爱不爱不爱偷偷啊？来，阿帮我开一个，好了吗？新花阿旺生产，好了好不好？这个八寸中的包偷心要给你看啊！这个阿妹充电，这个是给你看。来，开个火车来，火车，爸，给你开个，开车，你要生活吗？一千，你是当作开大农村一千呢？它不是坏掉，它只是没有电，好吗？它是用蓝牙的重低炮声一千，阿喵喂，会吓死我！来，接着哦，一千个来给火车，大家来了，再加多少？1000有他喊的，他喊的不是全款通通1000，你喊1500也不会卖啊，好不好？不要怕，等我来，底下再喊啊！你很急哦，你等听听看嘛，不然3秒就爆炸了，买这个要死哦，对不对？等我啦，好不好？等我让你听一下它的磁感，不是吗？哎，我有没有看到？他可以听听看，知道吗？他可以听收音机哦。你打开，突然间有人在唱歌，不是快流鬼，哎呀，他接收到频道了。第一，他是触碰感应，你只要滑过去，他就会跳下一首歌，哎呀，触碰感应的。我觉得你要多听这个，才会有爱心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你都没有爱心，你看。我今有才调放到这的放低音，无得做啊！不是嘛？我放一挂咱今仔现代人较听有啊，啊嘛，较听有的歌啦。我阿妈拢改听 MP 奇奇怪怪、哩哩酷酷的歌，乖嘛。放这条啦，放这条重低炮，弯木茶所起的炮工，来，一千一万给我的，不是嘛？恁注意听，你今仔听到，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这颗喇叭的声音。我没有外接任何扩音器，你认为这样子太小声了？你要去工地上班，还可以大声一点，明白吗？如果你认为这样子按喵会太大声了，可以再小声一点啦、哦、你可以依你个人的 kimochi 下去调大小声啦、啊、有的人认为按喵太小声了，有的人认为这样子还不够大声，有的客人很好啊，爸妈，有的客人干鸡歪的要死，没有啦。我讲太快，龟毛的要死。你可以依你个人的提摩机下去调大小声啊、哦！有量几千人的颗粒，还来了。现在室外地震，你可以拿起来这样摇、这样晃，不会有杂音，不会有动静，不会了。现在八寸的炮供，它有附带你一个开车专用线，还有一个摩托车专用线。好，我介绍完了。你说一千几，好吗？认真的说。啊，你要1000几？你告诉我，1300不会卖，你们好像都一起来的，一样小气。哎，1000几？7800？1800？啊，喵喂，这个送到来，老板剩两条路，只剩跑路了。那、啊、么，来1800加多少？新年快乐哦！它内容量有8G 哦，1800过来，欢迎外国来的朋友。请摆个来呗，你们这里有在呼吸要跟我讲话一下哦。来，请摆个地方，请摆个来嘞，请摆个来，来啦，我用来较紧啊。你2000瓦都下去吗？可以，来，我送一个遥控挖土机给你。姐姐，不要差200，这个我送你。2000，一人一支，报过去，报过去，成交。好了，们，新年快乐，2000的，那个给啊啦，一个给1000，我嘛袂好呀，汤汤1800。
我嘛袂伫路边做迄只，互恁爽诶，一年一届尔，安尼好吧？好来，阿伯你共款拢有报告一年，安尼知呐吼？好，过来，过来，恁拢要阿伯画来画几多？画几条千万名车，安尼好嘛？这条是2017上新的哦，有 VR 功能的遥控车 ，VR 你知道吗？虚拟实境，懂吗？会带你真真比例一比一的遥控器，动力型的方向盘，我信了。